城流传四百多年的古物，嘛是出现在这。这个就是我们真的四百多年前在安平这个蓝色城这边挖到的真正的安平古造型。好啊，我们现在因为这个东西已经变成文物了，所以到处现在已经都找不到了，所以有在挖到。好，所以我们做了很多比较山寨版的手工做的。好，所以我们把大的小的，它结合现在的颜色做了很多种造型。好啊，这个东西我们在做之前呢、啊，先让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安平古最大的特色，就是你现在看到这个尺寸是安平最多人看得到的，七公分左右。它的特色就是口跟这个足啊，它的直径是一样的，就是接着你早期没有机器，没有入炉，所以他们用上下两片足把它挤压出来的。所以真正的安平古去摸的时候都摸不到拉胚的纹路，都只摸到一个里面内衬的一个结合点。啊，早期在做的安平古啊，它有分很多种方式，一个就是比较薄胎的，一个比较厚胎的。啊，厚胎又有人说是赤坎楼那边挖到最多。这个早期是在装补料用的，啊，在福建那边有流传，这个是郑成功以前的武器，这是一个手榴弹，啊，把武器把火药放在这边，啊，去攻打荷兰军，啊，上面点引火线这样的，啊，到现在我们就找到里面去化验里面的成分，曾经有人说里面有一些药材的成分啊，一些比较山药，就是比较高山的一些药材，比较高单价的药材，跟这个成长到台湾来，啊，也有酒的成分，啊，现在因为这个东西已经越来越少见，因此我们在淘宝这边我们就提供了一个把这个东西做一个新的延伸，新的附加产品出来。色彩素描师的人拢知影，只要是化妆，伊就义务来教人做妇科版的剑彩安平湖，啊，佫不断地开发联想，要安怎样把安平的特色推销出去？因为伊讲伊真喜欢台南人的人情味，嘛真喜欢台南的文物。所以伊嘛娶一个台南的水某，伊就是心甘情愿变成伊的力量替安平付出。哇，这个日子。